热烈欢迎三藏项目组到达西天，这好像没有错别字，他让我们找到十二处不和谐的地方。捂着大眼一看，就看到了一个塑料瓶。哎，这玉净瓶哪去了？这塑料瓶怎么看都像是在路边捡的呀。还有你这猴子笑得也太夸张了吧，六耳猕猴，孙悟空被你干掉了，所以你才这么开心。那你呢？这护照都办上了，一会儿准备出国旅游呢。你们这两个都没问题。这是谁？这牌根都整上了，看你这剪刀手是懂拍照的呀。这边都没问，哎，哦，这还穿了个西装，搞得挺正式，今天准备结婚呢，心情这么好的，你们四个这面瘫脸呀，猪瞪着大眼睛，好像没问题，这老牛在看啥呢？这边又没有美女，这你们都是来这干啥的呀？哦，这还有个吉他。师傅，你这五个巴掌是啥意思？哟，八戒，你这拿了谁的照片？哦，高小姐的照片对吧？你还想回到高老庄当女婿呢？咦，这是小哪吒吧？这这玩打火机呢？这没有你的三昧真火好玩吧？这个人还拿着一个遮阳伞，这大白天的又没有太阳。再说了，你再遮太阳，你不还是这么黑吗？这还有两处，就交给你们吧。